人家说你拆完他没事儿再签收，我说你先放家里吧，他一直在门口放着。哎呀妈呀，小心手！没事儿吧？这包装这样应该没事。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这个没事吧？沉吗？就得把这拿出来。啊，这里装东西了，不行，不用拍了，没事儿。哎，哎，哎！我以为是干什么？肯定是屎呢。你要拿的，你要拿的。嗯。躺下就出来了呗。哎呦我天，怎么这么难出来呀、啊？这怎么？哎呀！哎呀，靠这！就跟鸡蛋壳似的，这个中。嗯。这还能碰着这么那啊，不算了吧，啊，服了，妈的破东西，就这些东西，他拖地拖不干净，我也不想掩饰了，因为他太吵了，被我爸妈狠狠的嫌弃了，同时把我批评了一顿，就是花钱找罪受。破东西，哇，这个饼我还也拆不下来，人家说是从这儿给他摁住那个卡扣，然后拔出来，我摁了，我也拔了，我用腿这样夹着拔，都拔不出来，我已经暴躁了啊！他就不想让我推，因为他那个箱子肯定是装了一个把，是放不进去的，哎呀，服了呀！我真服了呀，他怎么能这么难使呢？就是我也没有让他拖什么沾酱油之类的东西啊，我只想把我家里的这没有很脏啊，也就是脏，但是也肯定没有人家掩饰的那么脏吧？怎么就这么难使呢？真的服了，这一堆盒子我都不知道咋给他安回去，还得打包重新给他打包回去。明天上门的快递员可不可以帮我把它拆了呀？真的服了。